之七十还是八十？对对对，最高的那个对。好好，比赛开始。我们看看，嗯，所以现在是要做的那个情况是，啊，库巴应该是想拒绝他的连招，对对，但是哦，对，开始了，来了，对，这个一套如 哦，这个 DI 走了，那还好，没 DI 走就八十。是已经四十四，对，但不是，其实还好，因为库巴本身是特别重的角色，对，四五十其实不是什么事儿，是，对，但最大的问题是之后，连招完了之后是他猜错了，哦，那可能刚才的那样，对，刚才是如果猜错了就是直接一失，对，但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，八十，现在是八十六，对，而且不是他的节奏的话，有库巴有完全的优势，比如说这个，哦。漂亮，漂亮的做，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下给 spike 了，一下是大优势，而且现在是80%多的那个百分比，连招不太多。对，所以说 ，Babs 不是应该是 Farker 的击杀比较麻烦，击杀这个。现在那个情况是106的话，应该先去场外。对，那只能先去场外。对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有机会，机会。哦，哦 nice， 不会死，不会死，但应该可以死。哦，刚刚没死啊！这个有点可惜。这个是 Farco 的最高级要求，那个时候也需要特别，没办法，太难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是95的 Farco， 但是一个连招，对，大概两下就死。哦，这个差一点。哦 ，CZ 觉得能击杀了，就疯狂在 side B 想击杀他，反正两下嘛。对，漂亮漂亮，连招七十多了，哦，差一点，这次是非常勇敢，是，只有一次机会了，好，漂亮的，这个是漂亮的上踢，对，他等，跳也无所谓，是，都可以，但是102，然后这个场合，没晕上，再加上 spike， 但是失败了，这个确认太难了，是，哦，有机会，哦呀。哦，nice， 这样啊，这个对对对，比赛经典的比赛打法，真是有兽万计，对对，中文叫天地同寿，我们管这叫天地同寿，天地同寿，哦，对，这么一个成语改编过来的一种说法，哦，天地同寿，不是年轻人不讲，不是不讲，不是这个成语，最早时候叫天地同寿，然后现在也可以说叫不讲武德，哦，不讲武德。是已经成语了吗？不是，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好像是个成语，啊，但是最早是个成语，但是就这样，对，是好，哦，那现在居然选择飞船 ，Babs， 对，这个地图是库巴也是也很优势，对，因为他的板子就是有板子同时他俩都是优势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螳臂的击杀能力对也增强了，对，巴库的那什么击杀能力也会增强，在 CZ 的 Nature 真是太好了，说实话，我觉得除了马老师之外，好像在 Nature 上没有多少能打赢他的人。那么看看吧，主要是这个科巴是这个场合是一种心理战，但心理战开始的那个时间是 CZ 比较把握的不错。哦，是这种场合他不想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就是突然有心理战开始的时候，他选择的不错。哦，懂了。好，这个对。漂亮，然后哎呀，库巴太重了，没事啊，哎呀，这个没办法，我也不知道之后我干什么，他那个时候第一还是下死胖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。对，这个是发过的，真的啊，哦，危险了，但死不了，对，但这就一次了，一次了，就一次，小心，对，飞行的话，他可能下地有抓两件，嗯，对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个库巴这个碰 Q， 对 Q 太厉害了。漂亮，漂亮，一下子库巴也死，库巴就是无奈的死，回到了，又回到了起点。对，然后连招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但是，漂亮，这个 CG 已经被有点知道，对，知道了。还好没有特别，然后来了，这个是法国的，这个应该有机会，哎呀，差一点。这个是其实 CZ 控制的不错，
是，本来我也觉得会死啊，他我还以为是 Buffs 的失误，没有没有 Buffs 是完全是，哎，刚刚那个 Jablock 没有打到，有点可惜。不一定，因为他的 Jablock 的那个上边有那个板子，本来是他是 Jablock 下臂，哦，但是有板子的话没有上。哦，学习了。哎，可以哦 ，nice， 就是这个，这个非常漂亮，对，就是这个 ，one two three， 一二三的感觉，对，哦，漂亮，是那经典的盾完之后立马空闪，骗你来抓，现在 buffs 就做的就是安心防守就行，先累积一下伤害，然后慢慢打就好了，不死就行，要不然。哦，这一下就一下了，三十五的话抓住也好，但是。Buffs 这次是已经放弃防御，直接啊、哦这个！哎呀，不应该呀、啊，不要放弃啊！Don't give up。对，但其实不是 give up， 他是开始是要不是 don't give up， 直接抓就试试，哦、然后直接 Cici 知道，所以直接他是皇帝来打击。哦。所以不是 give up， 就是完全是 Cici 知道他没有 give up， 所以他是用皇帝。哦，懂了。一般的人一般都是继续防御，对，所以把选择是防御，啊、哦、抓住，但是结果是自己的勇敢的选择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但是知道了。哦，上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对，但是如果想在场内的话，这个百分比不够，需要在场外去杀。OK， 先。哦，漂亮的空后。哦，哦居然死了，死了吗？是 DI 错了吗？DI 地图，然后可能不知道，应该是突然，哦，因为他是跑步嘛，对，所以 DI 是来不及，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下踹，我觉得可能已经准备好做什么 side B 或者 DA 什么动作了，然后一下就，因为130那个地方应该死不了，如果差一点就飞出去，对，如果140可能就死了，对，好，那现在1-1，哎，恭喜 Babs 最后一程，啊，很精彩的比赛。不一定啊，现在是这个关键比赛，如果你赢了输了就是这个哦，砖我去，居然选了这个砖地图，可能 C 在不想跟那个谁打有类似板子，嗯对对，因为板子的话 ，Buffs 那个连招什么一套或者击杀他也挺难受，你看刚刚，对，先要衰落他的攻击力，对，连招能力。然后 哇这个是一套的七十多就死了，对，这个实际上这个科巴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，所以哦对、嗯就是、他因为他可以立马 buffer 一个动作，因为那个距离可以 buffer 一个动作，是，而且他已经百分比特别高，所以就是如果被防御啊躲避啊也只是一个哦，之外对，没什么，其实死不了。对，所以选择是不错的。Oh, nice！ 但是，哇 ，CJ 这次真的他是故意吗？好像，这个、可能想留一个印象，就是对，是我就是就总是那什么。对，因为他之前也从没做过三次，所以说这也可能是他那什么这次勇敢的尝试罢了。对，但是现在难题在 Babs 身上，他七杀不了一百五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。这个有的人特别难说，因为 Babs 用这个角色没有什么武器啊之类的，就很难靠近库巴的这个。对，近距离的话，但是漂亮 ，nice 啊，选择是空上 ，OK， 但是173，哦，死了，应该死了，咱再不死170多了。对，那这个情况的话，那最好是对躲避一个攻击连招喽。Oh my god, let's go. 对，哦哦哇，现在这局好多了，这个那什么是改变风格吗？这是，可能是他故意吧。我觉得是故意的，就改变风格。但是他没有发现的话，就可能先一局一局用。对，就是一个一间。可以，哇，差一点。哦，发现了，我再改，其实也来得及。对，是这样。而且二加灭。对。还有 CG 的话，应该要把它100，就可能就差不多就死了，就或者就是跟刚才一样，一个 up smash， 哦，你刚才刚刚做了一吗 ？smash， 因为 smash 差不多 Fives 也死了。哦哦，但是这个94是80有点危险了。Fives 是想94之前要想杀死，但是已经很难了。哦，这个。
OK， 哇、哦，死不了， okay, 但是最后一次了。SDI 对 ，SDI， 但是最后一次了。哦，这个有点难受，没办法，这个、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。嗯，好，现在2比一 ，CZ 是现在下一个胜利就总决赛。总决赛就是马老师您跟 CZ 打了。对，但是不一定哦。选择是在 哦，回到了战场，果然是战场，要有板子图才是。对，嗯，还是他选择是攻击力，是。Baps 加油啊！对 ，Baps 是也有机会，这个对有机会，这个是真的互相都有利的。对。好，那 Let's go， 开始是。先抓住开始，勇敢的抓住啊，这是 nice， 然后，哎呀，嗯、哦呦，对对对，慢开始 ，OK， 我是陆生开始，我觉得没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没必要去 spike， 嗯，我觉得是可以，因为他也是三条命、啊，一开始我是有一种攻击的节奏啊，就这样的一个意识，懂了，但是 CZ 也是有这样的，对，一种心理战的一个选择，给他多增加一下，是。给你一种压力，让你不太敢那么轻易就。哎，江皮尔呢？现在的韩币是危险离开。危险了、哎、哦，差一点，抓住了就不好。对，这个闪避 ，nice，、哎、抓住。哎呀 ，OK，nice，nice、okay, nice。死不了。死不了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关键。关键哦！我还以为 Spike 那个 Babs 已经死了。哦，拜拜 ，Babs。哎呀，这没办法，是 side B 太强了，他的那个 side B。OK， 哦 ，OK，nice，nice，nice 了。哦 ，yes， 这强大了新的人物。差不多一样，零比零。连招 ，Let's one two， 等啊 ，CZ 选的不错，对，用的板子不错。哦 ，nice。OK， 哦，差一点，这个是他可能想拼，我觉得拜拜可能想上 smash，、哦、想拼，然后被那什么了，但是因为空下来那个是霸体吧什么的，有那个类似判定，对，类似的，他那壳好像是有武器判定，嗯，壳那个，先等一点，对，等，哦，漂亮，这读的漂亮，这个、哎呀，没办法，但是有点危险了，拜拜两下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一下，还有一个就麻烦，对，一下。Nice 选择哦对，这个防御做得好啊！哦，哦漂亮这个空杀漂亮。但是 OK， Buffs 来说还有一次要连招是特别好的。先看看，对 Buffs 是其实啊，哎啊、哦，抓是没事的，对，抓是没事的。OK 开始看看能打多，哎呀，这个漂亮，因为一般的人都是用攻击。啊，那个起弦，但是他选择是要更多的伤害，所以他选择是防滚，这个非常酷哦哦 ，nice 呀！但是 CZ 和、哎呀，完全毒，OK 不错，但是 Bubs 也是有连招，还有一次，应该没问题，对，没问题的，但是很难受，我、哦、去 ，CZ 也是，这好勇敢啊，就是跟你拼。反正我中了就你就死了。OK， nice， 这个是漂亮的吧？好了，选择是不错。是，那是106。没考虑晕一下吗？有危险。哦。但是再次先要心理战。哦，这好稳啊 ，Babs， 打得好耐心啊 ，very patient。哎，没事，不过没事。但是这个被手边，这个被手边的手。哦。哦，有机会。我觉得刚才 smash 是他错了吧？哎呀，想 spike，、这个有点麻烦，这个有点真的麻烦。哦，死不了，哦、但是对，也只有一到两次的机会。哦哦，漂亮。嗯，走走走。哦，勇敢的上臂啊！选择不错，但是 Bubs 也是太勇敢，是特别勇敢的选择，都是好勇敢的选择呀、啊。还有机会。What？ 恭喜 CZ！ 哇！哇！哇 ！Nice CZ！Smash！What？Oh my god！ 我
我以为啊，这个好惊险呀、啊！最后都两边好耐心啊。但是这个太